突然迎来的，没有，我们在理性讨论，你要理性讨论。我很理性，我刚刚一早就很理性的在思考这件事情啦。对啊，你有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没有，我现在只是告诉你我思考完的结果。没有问题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存在那个风险。嗯，对啊，你可以告诉我结果，但我们还是会有存在风险。